冲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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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在顶哎、欸！顶你东北！那有虫，有蚊子在我的脸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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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你都能做到。几乎都在打嘴的点呢、欸，不是手跟尾巴、欸。粘着石。粘着石。哇，打完这是可以直接打阎王哎、欸，还蛮棒的，一样冰属性。毛奇耶、欸，六百，六百就不在了。哇！喷王直接往上，往上哎、欸！跟王，跟王打架！阎王救我！那种有没有看过《猫咪星星大冒险》？猫咪。哎、欸，可以抓了。好。是啊。然后抓我。哎，嗯，猫鸡不见了。我的刚刚就不见了。啊，那只嘞？阎王在对面。叮！
装。啊？吃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身上还有虫子可以吃。哦。可以去后面说。没关系没关系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叫做侥幸。OK。哎、欸，我不打了，我下来。哇哦！还是打这种大只的虫虫咬起来比较爽。对啊。金丝太难追了。炎黄是怕水吧？怕冰吧？水吧？冰是水吗？冰是娜娜。哦？不是吗？哦？有干我叫待机！我以前都拿冰打他，还是以前的水枪太废了。可是我打他有87耶、欸！我打他有87耶、欸！那应该是冰吧？你确定不是会软化87吗？等他醒了，我看一下，很多问题。哦，水跟冰都三星啊！哦。没软化也8了耶，还不错啊。奇怪呢，明明武器已经贴着了，这样转的武器还转不到它，没道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的流斩配件差啥？什么狂刃的什么骨？狂刃，就是，克好像流斩龙的东西。那应该是瘴气吧？流斩斩瘴气，什么狂袭的龙骨？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是什么的？彩古种啊，瘴气的古种啊。哦，那还好。
干嘛啦？中到了，好爽，这都中了的。哦，这只蚊子好烦哦！我不是说聊天室啊，就是在我面前一直晃。哇，你这样讲反而有点觉得好像在讲他。不是，我刚刚在想说，如果骂出来，会不会人觉得奇怪？不解释感觉也还好，一解释感觉怪怪的。然后拿 QAQ。QAQ。干嘛？怎么会跳来跳去啊？我跟你同时跳过来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哦。还没快挂啊！还没30%。去哪？晒太阳不是？导虫跟着导虫走到了一整圈。
哦，草食龙，走开！怎么说奇怪？为什么我看得到你的伤害？怎么你才打二十二十二十？傻小，哎、欸，啊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谁打我？可能是我的虫吧。屁的，你的虫是爆炸属性的。啊，会不会是我原本身上那个要爆了？啊，那个燃烧哈，要爆啦！要爆了！捷运安安，可不可以升级我的刀子啊？那挖足迹挖很慢哎、欸。真的，干想到了，根本就不知道足迹啊！我们拿那个照相系统有没有拍下来就好了，更快啊！爆桶嘞，没了哎、欸！啊，你开桶放了吧？我是装那个谁放的吗？哦，对嘞，那时候是那个。孔明的陷阱。哎，爱的不错。我真的没办法，他直接。对呀、啊。是我也会啦，我有起重机。我的天哪，有好吃的爆桶哎、欸！哇！哇！我爆了！你这个活活蛋！突然想想，棉迪是转辅助的克星哎、欸。哦，真的、欸。这个就转不出，就完全没屁用。
怎么变73/73了、啊？我怎么打不到85了？哇！死了。大林麦玉没有 ，Q 掉了。尖刺金火龙。哎、欸，干你！哎、欸，没事事。哎、欸，干嘛、啊？没有。你长得那么光鲜亮丽，我以为我的 iPhone 在那边。干嘛啦？怎么干嘛啦？哎、欸，我多一个引导的皇帝耶，真好。有宝去买寿司回来吃啊！哎、欸，我真的发现。我喜欢吃的是路边摊的寿司、欸，哎，啊，不是，就是我昨天跑去真鲜，那么不真鲜那个章寿司吃，我是想吃那个鱼小颗的鱼卵那一种，我比较喜欢吃那个，然后它里面卖的好像是飞鱼卵吧，还是什么奇鱼卵，可是我是觉得吃感觉是不对，后来还是觉得路边摊那种小小颗的鱼卵比较好吃。欸、那种我真的是觉得路边摊的而已。对啊， okay、很像明太子。对对对对对，我那时候去那哪里寿司郎吃的时候，好像是飞鱼卵寿司吧？嗯，哦，硬得要命，很像养玻璃珠一样，那水晶宝宝。对对对，真的超像。那我又倒，有要补你吗？还是我们都用坦克去打？可以啊，好啊，这样我就可以安心打了。安心打，反正我有带本护杀就好了。好，从那物中归来，不是又出魔物？金狮子，龙岩地带，确定。哦，今天去打了一个，忘记打什么任务，里面有那个迷你大凶恶龙。就看到恐暴龙叼着一只很像小壁虎的东西走出来，那什么东西？吓死人呢、欸！就看到嘴巴有一个东西，然后尾巴的东西在咕溜咕溜的动。那我要带，好有画面。我要带攻速，有点 ，Go Go。上喽，你到了，到了，好，可等你好了，等你。我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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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影有点热，要喝酒一点。好，没有快吃的痛苦。真的。哎、欸，不让我抓哎、欸。我砍石头。好。我、哦、这次就吸很快，傻眼。
我们那个一张图，我们到空旷的地方打，然后跑到某鱼的脑袋里面，有没有？我在想那个虫粉吸的快不快，会不会跟大小子有关系？虫粉大小子，你说太小只部位都黏在一起吗？太小只的部位黏在一起的话，它就比较难吸。难吸吗？还是江西难？哇，被喷一下，不痛，不痛，才不痛呢！你打谁？你打提摩？这没有谁吗？没人啊！梦幻第五人，除了我们跟猫咪之外，还有一个人。他去哪啦？这是我猫的那个啊，我掉一个新的。哎、欸，是啦，烂稻草人。啊，都成盾了，靠腰。来，收一个新的。我怎么自己转向？白痴哦、喔！我的画面自己转向啦，自己锁定北蓝。被鼓槌吃走了那个画面。对，鼓槌突然出现，把我画面吃走。好吧，那时候打鼓槌吸血了，气死！哎呀呀呀呀！你躲在这里。对，抓尾巴，你会不会抓？很少看骨锤龙竞争呢、欸。哇哇哇！骨锤会跟船爪轰龙打。哇哇！抓起来！我想看的就是这个啊。观众想看的才不是这个嘞，退票，跳他，哎，下面一位，哎，我可以说好吧？那我来哦。好，
还能呢、欸？不行啊！哎、欸，又红眼哦，可恶！又是你看得到，我看不到。怪怪。嗯，这就是我们常常，他是系统会害我们之间内讧。你为什么不撞？我可是红眼呐、啊！然后就撞上去说：“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撞？他是红眼呐、啊！”烂戏。这会让我们之间产生分裂。我的本日第一餐吃饱就准备去睡觉了啊！哇，好爽、啊！好爽哦，真的是好爽。吃饱睡耶，我想一下哦。你想一下好，你也是。没有。没有。我在想，我明天去吃藏寿，我明天想去吃藏寿司，但是我这次要去吃乌龙面，再加他的茶碗蒸，就这样而已，就这样出来。跑去藏寿司吃拉面，因为我想再去转那个，那个转蛋。嘿，然后就在想，不然我去吃个乌龙面，然后再点个茶碗蒸，这样120块钱。哎、欸，好像也还好。对啊，因为乌龙面60块啊，好像是啊，还是80块忘了。茶碗蒸60啊。哎、欸，面多少？有人记得吗？我那时候就是吃了什么、欸、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面啊天妇罗面，结果它盖子啊，那是在那个啦，藏寿司郎，因为它的盖子是有颜色的，所以我忘记我有面在那边，结果天妇罗整个烂掉，结果我的炸虾天妇罗就变成天妇罗皮面。哈哈，面衣直接全部爆开。对啊，超好笑啊！君啊，没有，他没看我，他没看我。感谢你的粉尘，回敬你。干，提天赋你就生气是不是？他上次没吃到啊。你又不是我上次没吃到，你睡前吃的东西不行啊，会胃食道逆流啦。我上次就胃食道逆流过，很痛苦。我睡觉的时候你胃食道逆流。对啊。在想死。哎呦，对对。哎，真的不要睡前吃太饱。或吃东西去睡啊，因为你的肠、你的消化系统会在消化的时候打开，然后会逆流到你的食道那边过去，你就会觉得你的喉咙一直有异物，让你吞口水、呼吸都很痛苦。这个是眼科老师，不是眼科医生，结果又变成老师，眼科医生的谏言，眼科生物博士啊，生物眼科，我感受到，怎么是人影效果结束？哦，对，我想说，我感受到我的步区快没了，应该也差不多，对啊，我们打三次魔物就花了50分钟了。你好，你让我丢脸。
哇，稻草被打爆了。你觉得稻草人是有血量上限还是次数上限？感觉是次数、欸，打了几次。我刚刚看，欸，他脸上的盾牌没爆，直接爆掉、欸。我刚好轮到他黏着死吧。对啊，然后我就直接滚开了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个东西介入我们之间？有没有看过毛毛虫毛毛虫星星大冒险？毛毛球，毛毛球，嗯？哎呦，打架，打架。还会打？不会，会，不会，会。哇吼！粉尘嘞！粉尘嘞！粉尘嘞！我去再喝，我去再喝。想拿雷克撞他，结果被我也是。哎、欸，秀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就是超虫棍另类的玩法，这叫做虫炮流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才是正统玩法吗？原来。不然怎么叫超虫棍，对不对？对吧、啊？我们在操纵虫子，所以这才是正常的。一边挂直播，一边赶记录档，你会不会太拼了啊？可以这样子吗？啊，换我了！我没打他，他快死了。好，打他！我一定有办法，我一定有办法。好，哎呦，赞赞赞赞赞，谢谢你。他到底打哦？打那个木桩。你不觉得刚刚那个会滚的很像毛毛虫吗？哎、欸，你有被毛毛虫骚扰过吗？因为我家都会有虫子飞进来，只是没想到有一天。